你心疼的滋味，我永远拢会记。不管你要去倒位，不愿甲你来分开，这款无你的日子，不知有啥意义。想要叫阮来放弃，我永远会想起你。想起风风雨的日子，已经伴阮几落年。无你惦在阮身边，偌多孤单的暗暝。一段分分了了的爱情，如今已经来变形。只有甜蜜的记忆，予阮放也放袂开，叫阮赶紧清醒，嘛是不甘离开你。想起风风雨的日子，已经伴阮几落年，无你惦在阮。郑燕今麦到底是安怎？我传简讯给伊，拢不读不回。我真正要互人急死哦！任贤，我过人做也过人啦，我袂甲恁爸的事怪在你身上。伊当阵郑燕完全无顾我的感受，把你甲张恩心烂掉掉，佮讲出遐尔深情的话，敢讲真正像我想安尼，伊根本就是为着要为爸遐摕着好处，才会对我虚情假意。真燕，一定是真燕来啊！真燕。师傅，是你啊？安怎？无欢迎哦。来，预备。师傅，你这个时间来找我，敢是有啥物代志啊？你面色哪会这么歹看？我们就好佳哉，爸无对我来，阿若无伊看到，一定唔敢要死。哪有啊？安怎？要烦恼郑燕？唉，这个世间上啦，除了郑燕的代志以外，无啥物代志会让你这么困扰。我都较袂晓温暖我家己的感情啊。你若是烦恼郑燕，你直接去找伊就好啊。我是真正就想要去找伊啊，不过郑燕伊妈妈是完全徛伫张仁信伊边。前天我甲我呛明讲，伊的心不敢那张仁信一个。哦，迄许明凤讲到这么白哦。我是讲啊，所以就算讲我想要走去小家，我相信伊一定袂给我什么好面色看。到时阵吼，都敢那给张仁信看笑话，我就无想要看到伊遐尔苍穹。啊，姐夫，啊，你是张仁信的大伯啊？敢袂当麻烦你去帮我看一下郑燕嘞？敢讲郑燕拢无甲你联络？你家己看，我已经传手机通的简讯给伊啊，伊拢无回，真正我足着急嘞。郑燕，敢讲是出什么意外啊？袂啦，你是太冷静的啦。啊，代志拄发生，我也袂赴去关心郑燕的状况。搁再讲，你人嘛咧现场啊。你郑燕看起来应该是受一寡爸爸伤命，免烦恼啦。诶，无的确是看在你咧现场，所以是要偷拍加两倍。师傅，我即摆真正无心情甲你讲酸笑。哦，好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放心哦，我一定会替你哦去好好探听一下。哦，啊，你敢袂用啊？感情是嘞，
那呢，你一定要赶紧去哦。好啦好啦，我一离开你家，我就马上去吼，啊，随时甲你报告伊的状况，安尼好无？多谢师傅。其实我今日来，除了替爸甲你关心以外，阁有一件代志要请你斗相。讲啥物请？啊，师傅，你耍我做啥？直接讲就好啊。惠迪平轩嘛无清楚集团的代志，讲牡丹堂是群创的子公司，伊嘛袂起怀疑。群创最近有成立一个子公司啊，牡丹堂，啊要甲织田集团联名合作。之前开会的时阵哦，讲得真顺利，哦讲到要签约的代志，结果一直到今嘛，拢无消无息。啊？竟然有这款代志？这嘛想要过分啊？哪有人安尼讲合作的啦？哎呀，啊就一直哦拢无消息，我就咧想讲，唔知影是出啥物差错。这样是不是可以利用当初的新闻去了解一下？这哪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是讲师傅，你敢知影这合作人究竟是谁啊？就刘千啊。啊，我会记你之前跟刘千啊，敢那有抵达，安尼讲方便吗？原来是刘千啊，我该做代志的，哪偷偷说说？师傅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替你瞧好势。多谢你哦，那这件代志就请周董事多多帮忙。无问题，只是郑燕嘛爱麻烦你多多照顾。无问题。现在等啊，久久啊，未来啦！小猪猪啊，紧起来坐船啦，船顶要开啊啦，你莫搁想水啊啦，紧起来啦，紧起来啦！你别惊，咱是逃走出来的呢，嘛是用发现哦，咱什么所在拢免去啊。恁是安怎袂使让人发现的啦？嘘，我唔是讲爱较细声。咱两个是逃走出来。嗯。你是弟公，我是弟母咧。嗯。咱若想发现哦，红抓进去哦，第一个就猜中干你。而且哦，你迄个嘴哦，会用藏一只遮尔啊大粒的王来，你敢会看袂？啊，王来啊大粒，遮我的嘴，我嘴你嘴的就掉，我无爱，我无爱啦。我穿过这件衫，阁会当穿个鸡仔裙。嗯，啊，你看你啊，嗯，你穿这白人吼，一看就知影疗养院出来。嗯，嘛是哦，互发现报警哦，咱单位就免去啊。安尼，我嘛着爱换衫呢。嗯，安尼我要换衫，我要换衫，我要换衫啦。哎呀，今嘛无衫通我互你换啦。你要安怎啦？有百货公司啊，搁开的啦，咱来去啦，买衫，紧的，紧的。船长，你敢有钱？无钱，我无钱。啊，我嘛无钱啊！啊，无钱是安去百货公司买衫啦？咱一行入去哦，都好好出来啊。嘿嘿，我有办法啦，行啦，行啦！哎呀，啊！呼呼呼呼呼呼！哦哦哦！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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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啥？你看，哦，好新哦！哦哦！哦！哇！哎，这衫就水的呢！啊，要穿多少件啊？哈！哦！嘿，你咱上千块衫，你卖穿呀？哎呦！新年到，穿新衣，戴新帽。我真欢喜这事，就算讲搁较落魄，无物件通食，无所在通住，我嘛唔捌穿过别人的旧衫，今摆往海干。
我是抓硬。哎呦，你哪会不欢喜啦？哇，我给你穿一件衫哦，你看，真水呢，真水呢。你，进来啊，紧穿起来啦，紧哦。我无爱啦，这毋就死过无？你还想干咩事？你歹看，干咩事？啊哦，这衫袂歹看，足水的啊！哎呀，穿起哦，嘿，咱两个去大舞厅跳迪斯科，啊，跟我唱卡拉 OK 啊，卡拉 OK！ 进来啦，你紧穿啦，足水的，你紧穿。我已经叫完了，你卖理我无？你那就水的啊，啊，你穿起就水的，你紧穿起来啦。啊我穿啊！小蜘蛛啊，你穿这件衫好像就水嘞，我有那种被谈恋爱的感觉。这都歪了。哎呦！爱讲哦，安尼拖拖刷刷啦，害我伫遐一直等一直等，啊，万一来上发现是要安怎啦？我实在要等袂落啊！爸，爱讲下晡接到迄个简讯了后，规个人就心神不宁啊。下晡搁请假当去休困，伊的行为哦，真正足可疑的。好，等下我好问伊。先生，归去啦，你跟我回去，明天跟我做伙吃饭。爸，先生，我今天要回去跟你做伙吃饭啊。在你面头前哦，爱吃特别发脾气，人较做情绪状况无稳定，讲话就可能无细腻，上了口风。那安尼我怎样？爸，我一定会演好讨厌鬼这个角色的。这块吃的，还有这的钱，应该有够阿妈用一段时间呢。迄个哦，要叫你夹王来的人哦，来啊啦！大家紧走，知影无？哦哦哦，紧！爸，啊你哪会来？是到刘青哥在散步、哦。我今日加班啦，拄下班。我就想讲哦，耽误青哥食饭的时间，就归去。要去咱家吃饭。爸，你刚没对刘谦那雄厚啊？你真像就是你的前世造孽。还讲啊？那连这种代志拢在吃草。谦那过来关心你嘞，讲你提早下班，唔知是不是身体倒有无爽快？我俩准讲你下晡请假是要回去休困的，啊你挂这么侪物件，啊搁再来吃，是要开 party 啊？我是哦，最近有看新闻在讲啦，啊，遐游民拢无物件通食，所以是想讲买一寡物件过来，加减尽一份心力啦。哎，啊，那拢是泡面啊，这无营养啦。啊，要送就送便当，有菜有肉较营养啊。啊，人有游民拢无厝通回去啊，你搁让伊食这泡面？啊，万一破病，就较凄惨。至少应该有物件通食。
无亲像你出一支嘴尔。恁哦，连这拢当冤哦！恁两个真正愈来愈是亲姊妹啊！哦，上届是亲姊妹啊！好了，阿姐，做善事哦是大家鼓励的代志。那么把陪恁个只物资送遐游民。啊，你讲游民在倒位啊？平常时哦，只是有一寡游民啦。啊，不过唔知影是安怎。今仔日一个拢无，可能我记唔着所在啊。哦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飞机明仔传好，我叫一个桥卡哦，有真侪游民在遐困啊，老板正过去，把只物资送给伊。行路，要往几条街？爸，你记得足好个呢，啊，连游民住伫倒位拢会记得哦。这内底有我要给阿妈的二十万呢。卡孙若是即马提出来啊，爸一定会更加去怀疑。阿姐，呀，爸，我是感觉哦，钱那讲了就对的啦，应该要让游民食较健康嘞。我临刚才买一挂便当，甲遮个泡面哦，再做伙摕过来。哦，好，阿姐，咱做伙转去。阿姐，我帮你摕啊。免。太太呀，千娜，你也来啊？真多好，啊，我唔等，即呾准备好尔，做伙食饭啊。千娜加班到真晚啦，我想我过去，才来出来食饭，食完转去。我先把物件摕入去内底放。哎，阿长，啊，你一路把这物件摕掉掉的，还是惊人去夹着？你放心啦，我袂偷你的物件的啦。阿长，免摕入去啦，去门口就好，飞弟我摕出去啊。去门口就太歹看啦，我摕入来啦。阿长，迄内面唔就是泡面、矿泉水啊，个罐头？不要钱拿去摕一摕，你嘛不爱，到底什么原因？还是讲内面有藏其他的物件？那有啥物件啊？啊，就即个恁看到的啊。安尼卖伫看咧啦，那无放喺桌顶，行，食饭。收起来，看一下，洗一下手，吃饭啊。小戴，艾姐，因为送物资的游民，行到内面，藏下侪钱啊，你想要创啥？啊，这也无偌侪钱啊，我想讲直接给伊现金，安尼较实在啦。无偌侪钱，迄两沓。毛二十万呢？一边跟我这样子游民啊！哎呦，啊，卡叔那边有三四个游民，那恁一个人就当摕着5万块呢？哇，你安尼比政府的纾困金搁较大方。这样钱甲物件，一定是爱钱要摕唔来。啊，这个戆糟囡仔，咱拢无必先跟我参详，即马叫人装掉，看是变啊解水。我这个钱不是全部要捐出去的啦，啊，有一寡是我要留在身躯顶买物件用的。啊，不过你给游民现金，安尼嘛无妥当呢。不如用信用卡线上捐钱，给一寡社福团体，啊，给家己去分配啦。安尼捐钱才会当发挥到上大的效果啊。啊，这么暗嘛，你摕这么侪钱四处跑跑走，安尼真危险呢。你讲这，我敢会唔知影？我就是无想要安尼做，我想要直接给伊现金，敢袂用诶？艾姐，钱若是烦恼你的安全，你讲话口气到所这么歹。爸，我也毋是在做歹代志啊，是安怎你自头到尾拢咧替刘千娜甲我骂啊？刚刚你就是认为我无可能表现了好，无论我做了搁较济，你拢无感觉？
你若真正要做善事，你就应该听别人的意见，不是用这种口气。啊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爸你对我就是完全无信任。无论我做了搁较好，对你来讲，我干那会晓做歹代志，永远无可能有好的表现。虽然你已经认我做你的头家，啊，不过实际上你也是较认同刘谦呐，因为伊新来的，你甲伊的感情早就培养好啊。伫咧恁的面头前，我袂舒适，就找恁早嫁新婚的外人。你讲我倒会去啊？阿姐，你是不是心内有鬼？所以才见小灯生气，想要转移话题。爸只是要问你，你是安怎摕这钱出去？真正原因是啥？怀弟，无论我讲啥，你也袂相信啊！我只是想要做一个好查某囝，做一个好查某孙啊，好好照顾我的亲人。既然我讲的你也唔相信，那安尼你不如卖问。倩姐，你敢有需要对爱讲这么严格啊？这查某囡仔遐会笑，伊是破病的人，而且还袂好完全。你对伊安尼咄咄逼人，你敢知影你安尼给伊偌大压力？过去伊会破病，就是因为互你感觉失败，伊观念才这么偏差。怎啊这么简单，把这查某囡仔认回来？当然好好教育伊，改变伊观念才对啊。就算我要改变伊，嘛毋是一时半刻就会当改变完全的。你唔得爱偷偷甲伊牵架，好好甲伊讲。伟霆哦，甲伊讲讲遐济哦，你也是听袂入去啊。我看一下爱情的。啊，是的啦，我敢那想过交伊吼。不要紧啦，我帮你叫伊来，七个爱情的。拄则你阁予伊情绪失控制，伊阁泄露一挂破绽啊！泄露出什么破绽啊？拄则伊有讲，伊想要做一个好查某囝、好查某孙，而且伊想要照顾情人。倩啊，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要做好查某孙。你想要做庄月里的好查某孙？这物资还够现金，真明显就是要赠予你。20万现金和游民，想要离谱啊！啊，不过我赠予你就差不多。爸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今仔日庄月里无摕到钱，就表示咱阁有机会当抓到伊哦。我唔对。代志发展跟我想的差不多，我是在想啦，爱情跟曾华丽一定继续联络的，所以我在想办法调调爱情通联记录，安尼真紧就能掌握曾华丽的行踪啊。这就叫做以逸待劳。是爸，我就等你指挥，那呢我就先回去啊，就要麻烦你安打爱情的情书回放给轻松的。安尼，伊的骨卡才会搜出来。真的，你哦，真正是愈来愈巧啊！好啦，今晚紧转去，家己洗哩，阿哥，爱去食饭。是爸，那安尼我先来走啊。拜拜。喂，小王，你想办法调到爱情通联记录。爸，我真正无想要让你失望，啊，不过阿妈今仔嘛足可怜的，
我真正袂当甲伊放咧唔管。伊即马无钱，还佫无所在通住，是要安怎才好？阿嬷，歹势啦，我无。你真要跟你阿嬤有联络？你莫抢我的手机啊！还我啦！你真正到今麦阁唔在死我呢？全世界拢在掠你阿嬤，卡算也有人知影。原来你跟你阿嬤联络到这样近，你得让当作是保庇伊的强话。亲人才会保庇无罪，你连这拢去查过啊？我嘛唔是无计划。阿嬤即马只有咱会用挖苦啊！你无要斗三工就准拄煞，搁走来阻挡我，你是要叫阿嬤要安怎才好啊？好，就算讲法律无你的法的，也毋过你毋通袂记，恁爸是比警察搁较巧哦，伊拄才一开嘴就讲啊，迄塔钱20万，迄就表示讲。伊真有可能就已经先去调查过你的户头啊，甚至连你的通联记录嘛调查个清清楚楚啊。你敢后白来，一定随后伊掠包。你若是要继续安尼落去啊，伊真正疼你袂一心啊。一定是刘倩娜在遐出主意，使人爸来监视我的。你有哪免家想到遐尼厉害啦？倩娜迄个人哦，家家就是规工出一挂鬼主意尔，啊伫遐创治恁阿嬷。也毋过你，若是要继续安尼叫推推，恐惊到时阵，恁爸得当伊的面好好教示你。这敢真正是你想要看到的？规定哦，你先莫管恁阿嬷的代志啊。保护掉你家己，先甲恁阿嬷为情解散。敢讲你有法度目睭紧紧看阿嬷伫遐食苦？我无法度，阿嬷哪会当食这种苦啊？我即马是伫保护你，而且你放心，恁阿嬷做软子，伊做软命。你保护我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伫保护你家己。你根本就无佮意我，你甲我甲你白做伙，只是惊我去甲阿嬷徛共面。你根本就毋是为我好，你只是伫利用我，惊家己予阿嬷拖累。你是我的查囝，无啥物我有佮意你，也是无佮意你的问题。我是恁妈，我一定保护你。干嘛呢？人讲哦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我乃感觉你即马所作所为，其实无比阿嬷好偌济啊。什么意思？你讲你足讨厌阿嬷，万分伊影响你的人生。啊，不过实际上，你伫甲伊做同款的代志啊。伊甲你当作敌人。你赶快安尼对待我，伊叫你去对付阿公，所以你叫我对付伊。赶快的态度，赶快的光环，完全无赶快。我是咧保护你，对啊，我承认，我对你唔是一百分的满意，我嘛无遐尼介意。要唔过你是我亲生查某囝，所以不管安怎。你的安全是我优先考虑的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看你牵涉进去，失去你即卖地位，互你阿嬷拖落水。啊，不过阿嬷即卖无钱，嘛无物件通食。
我真正会足烦恼伊会出代志。你唔免烦恼伊啦，伊就亲像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生命力强盛。我得靠咱拢死啊，伊还阁活好好的。你也是先把你家己顾着啦，啊若无强起来，啊真正出什么代志了，你连即卖地位哦都拢无啊，到时阵伫恁爸面头前，伊就完全看袂着你啊。爸，伊敢会真正慢条我有地位？就算恁爸爸，也毋过恁伤害阿舅的。你袂记啊？咱真无简单，才会当让你坐回去这个小小得做的地位呢。你也是不较注意，就真正什么拢无。刘俊，你知我来不？金币哦，好啦，那无好，你会将台死哦。你卖个乱啦，好无啦？你规个咧跳跳跳跳跳跳，你拢袂忝哦？袂啊，袂忝啊，跳跳跳跳跳，袂忝啊。有够忝的，我惊袂振动啊啦！啊，即马咧，已经是走投无路，死的嘛只好。你是安怎？那无欢喜？志昌，咱头早吵到即马，拢无食物件，我不都就枵的。你不都要唔较早讲的？哎，志昌，你哪有食的物件？哪只哦？我变。这是啥物事？哦，这哦是头前啊，迄便利商店啊，迄店员哦看到我，啊就提给我啊。想要你，我就经过哦，因的店面呐，啊，因哦看到我，啊，就提这物件哦，拜托我收哦。一直是哪看你穿甲安尼哦，今日你去店的内底乱啦，唔才提予你，拜托你紧离开。对，你看到我哦，敢那看到新民同款，啊，足尊重我的呢，啊哦，提这物件哦，甲我拜啦。啊！你巴肚要紧食啦，紧食。多谢你。食到饭呢，啦！哎呦，紧来，紧，林古力，来，林古力。这不是店员好乖啦，但是我在这吃的啊，这不知道是谁来吃哦，可能吃不记得吃走，无冰起来变坏去啊啦，这不能吃啦，吃到跟他喷的。你是小猪猪呢，小猪猪哦，就爱吃喷啊，啊哪会嫌臭酸啊？喂，你嘛是不重要的好不？没人吃臭酸的物件啦，万一人吃拜拜都变乱。刚好臭酸，我听。我就跟你讲，这已经臭酸啊！我你啉，我你拍拍肚，要安怎啦？妈，这可惜的呢。没啦，来，吃好哩。
紧张拢已经乱去啊，是要安怎吃？我有个人特别爱讲，今仔是要困倒位。记者，记者，你在哪里啊？记者，小猪猪，记者有听没来呢？你别搞我，这会出海吗？我不多要的时阵，你也请勿叫我吃。我讲我无地去，无通啊困，你就找巧我困。真正多谢你，你真正是我的魔术师。我来啊！进来进来进来，咱去上船啊！暗时哦，都有所在通个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起来！嘿嘿嘿嘿嘿嘿，哦，耶！喂，大力啊，唔免啦，唔免来找我啦，你小看伤个尔啦。手术我已经办好啊，即卖离开病院。李处长，迄个骷髅足歹足好歹啦，就算讲咱全部人做伙解病，也无一定是伊对手啦。阿丽，迄个宋经理叫我来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唉，真正足恐怖的，咱无要报名牌啦，报只歹空的代志。规定吼，咱即马紧想办法替伊甲这小生弄牵着线，安尼以后就无咱的代志，宋经理就袂过来乱啊。好啦，这个代志看完再讲啦，我先去就去看小跑。啊，大娘，你是创啥？你到底，你唔是要拍骷髅？是啊，我给你准备证书咧。你是咧准备证书，还是你毕业接袂出来？我毕业。你唔只闭起，你全家拢闭起啦！请勿随地大小便。你若雄雄走出来，你冒病鬼啊！我要头前坐车。歹势，挡着你咯，请。干嘛？啪！啪！好险！哦，想够多啊！小心，哎呀，歹势，慢行啊！惊东西！周志刚，你这么想呢？一时间叫我行，一时间叫人把我打，你这么什么意思？你敢管？我的心情好要安尼，心情歹要安尼，你搞啊！你真正是莫名其妙的。你今天送啊？啪！你叫我起来！你个爹冲啥？起跑！这！
你是要走？别走！继续拍，继续拍！来冲冲，他们给你挡枪！挡枪！呀！挡得住！阿罗，你做搞的，今天拍啥的？继续拍！呀！宋经理那也不来啦，下班来用拍戏都不能替我动手。我见到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赶紧走，等一下，等我警察来去关，走，走了。哈哈哈！小小的警察，你想讲我会惊是无？来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！你小心啊！多谢你啊。我无代志。什么无代志？你骨伤还袂好，敢那空嘴，敢会阁劈开啊？你哪知我受伤？你住的病房拢是我咧打扫的啊，我当然知影。是吗？我哪会无印象我有看过你啊？大概我去打扫的时阵，你拢休困啊，你当然无法度注意到我啊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多谢你啊，我无代志。你都已经受伤了呢，等你病哦，半只药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唔免啦，才小发伤尔啦。袂用啦，你若是无想要等你病哦，不要紧啦，你上无我送你转去，好不好？真正袂。你莫靠生你家己少年，你都无注意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病哦看足济啦，像就你这款的咯，无注意，食了你会后悔，你规身骨酸痛，知无？嗯。干啦！啊！多谢。好啦，安尼就袂发炎啊。恁少年人哦，做代志好好讲，莫咧卡不着去卡动手，受伤嘛袂照顾家己，安尼真危险，万一破伤风要安怎？多谢你啊，我无代志啊。啊，阿慧。真正就多谢你送我回来，搁替我保养啊！来啦，这下子给你坐客运车回去。我免免，我免提钱啊！我着伫只加休困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拄只叮当吼，规身骨酸痛。哦，无你先第二只休困啊，我无闲一下，你想要回去，甲我讲一声。哦，你无闲，你无闲。我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留在苦乐身躯边啊？这个宋金刚，还不赶紧打电话给我。哦，喂喂，哎，我好，安娜，啊，给我麦克啊，啊，先生，你给我洗头了。你袂安尼啦，讲话人当话人啊！我伫病院哦，做遮尼久啊，啊是生足侪人个啦，我会搁较拍拼个，你莫甲我洗头路好不好？你袂安尼啦，拜托拜。阿浩宇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是安怎互人洗头路？拄只迄丁人啊，走去病院客诉啊。讲我动手拍人，无礼貌，啊明明就是伊先动手的啊！啊，不过因为嫌阮主管讲，若是无甲我洗头路，便就要继续乱。哪呢？你是为着要救人呢？你也不是做啥物歹代志啊？阿辉，
你放心，那间病院院长我有熟悉，我即马就打电话替你讲。哎呀，唔免，你打电话给院长无效啦，因为阮公司是病院外包的，阮公司是甲病院签约尔啦，病院院长哦管袂到遮啦。而且迄主管哦，常常甲我刁难，伊就想要找一个较少年来做啊，讲我太老啊啦。哇，我伫这间公司哦做遮尼侪年啊，啊到最后凊彩互人换掉都换掉啊，真正一点保障拢无。阿好意，谢你啦，因为叫我，害你去红石头。无，你看，你遮哦，敢有啥人来摒扫？我动作真紧，而且哦，我真细腻。我遮拢有细汉来摒扫。细汉做代志袂顶真，爱摒扫都爱找专门科的。啊，若无吼，你迄摒家拢会生菇，对身体无好。尤其是你遮是地下室，空气袂流通，安尼哦，久会破病呢。哦，啊，搁有啦。你遮哦，遮啦，上敖臭垃圾啊！伊迄细汉的绝对袂摒扫去遮啦。你若交予我来摒扫，绝对足清气的，你的空气足流通的。啊，你接待人客的时阵，人客拢会感觉真舒适。阿好爷，你哪会知我这个所在常常咧接待人客啊？你应该无来过吧？是安怎我感觉你对遮真熟？我都摒扫这么多年啊，这么多所在啊，啊一看就知影，你这是什么场所啊？哪有什么好奇怪？所以你也是无想要留在这替你摒扫。哎，我意思是讲，我这真正无啥伤侪人在遐出出入入。你若想要找头路，我会当替你探听啦。我有真侪客户，应该拢有水啊。唔免啦，你拢是袂认真跟我斗三工的啦。到最后拢是爱靠我家己啊！我是等你款款的啦，食到种岁数，唔知会当创啥，拢无保障，嘛无人照顾。阿辉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是认真想要替你问的。啊，万一你问袂着嘞，啊，万一三个月拢问袂着嘞，啊，这段时间我是要靠什么食饭，靠什么生活？这拢爱怪我家己啦，少年时阵无好好打拼。食到老啊，才唔知会当创啥，唉，拢爱怪我，拢爱怪我。紧叫啊，紧叫啊，苦了，紧叫我老来做代志，拜托啦，紧啊。阿好爷，你讲遐无唔对。我这确实有欠一个专业摒扫的，啊，若无以后我这就麻烦你啊。啊，那薪水方面哦，薪水不要紧啦，我会当食饭就好。你放心嘛，薪水我一定给你有保障。无我即马就带你来食材房间。好，食材房间，紧紧。阿辉，除了地下室的酒窖以外，还佫有这两个房间需要摒扫。我知影，你有两个房间要摒扫，我对你的先摒扫好。哥哥，你回来哦，我著甲你讲哦，我去接你较紧。喂，啊你谁啊？我来，我袂装了两个房间啦。歹势啦，我来阵这间是你的。大弟啊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飞。无啦，哥哥啊，你有人听你来，袂甲我讲啦。你唔免歹势啦，我是你的长辈呢，啊，你唔免惊我看，而且你的衫穿多平。歹势哦。唔免歹势啦，啊，你临时讲我是你的长辈，你予我看到你无穿衫的时阵，你会感觉怪怪吼，啊，想要甲你这么有礼貌。哎，哥，啊，这条衫是谁人啊？啊，叫我阿好姨。阿好姨啊，阿好姨是伫咧病院做摒扫的，以后可能爱我来阮家做摒扫。唔是哦，是对即马开始。即马？对啊，
你放心啦，我动作真紧，而且摆得足清气的。啊，这间是大力的，咱的另外一间才是你的房间吼。我先去摆间啦，吼。哎，阿嫂，等下。阿好姨啦。阿好姨啊，啊，你哪会知我叫是大力啊？可以跟你讲的。我拢还袂好讲的。阿好姨啊，我真好奇呢。你敢若对阮家的环境真熟，包括酒窖嘛是，敢会当请你解释一下？啊，一个无说伊就讲老狗气，总袂用讲我之前就是西岭，嘛袂用甲恁讲我伫做灵魂的时阵，就已经对家的环境真熟啊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伫病院病十几多年啊，你是毋是捌受伤？伫个惠民医院断医，对啊，啊，不过是足久之前的代志啊，哎，不管外久我拢会记的啦。好，莫想遮尔济啊，我先去变啥，好。这个阿桑弟弟哪遮尔好？食到这个岁数，记得搁遮尔好，表示身体真好啦，应该替伊感谢着。啊！恁大伯大伯是请一个阿桑来摒扫啊！啊，平常时毋是拢有细汉咧摒啊！啊，而且你拢无爱互人动着你的物件咧。话是安尼讲，无毋对啦。无毋对，你阁请一个看拢无看过的阿桑来摒扫，啊，万不伊伊若是动着你的物件咧。我知影啦。伊伫我出院的时阵有甲我救啦。甲你救？啊，是倒一个青虫哦，才好到咧甲你动着啦。我来找伊算数。你拢讲是青仔虫，搁啥物要创啊？总讲一句啦，我欠这个阿姨啊一份人情，伊是因为要救我，才让人死头路的。既然伊即摆拢开嘴，要来咱家摒扫，我甘好意思去拽伊。好啦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无话通讲啦。啊，不过这嘛对啦，迄摒扫应该要让专业的来，啊，若袂遐细汉拢凊彩摒起来。既然你即摆拢知影，啊，是安怎搁这么做问题啊？啊，总是嘛爱了解一下原因，我才会算安心嘛。你拢在讲嘛？安怎？要上班啊？没有。对。来，这个给你，这哦就当作你出院的礼物啦。那会对我这么好？这个真正袂歹。今麦外口的环境风险真高，每一个人都爱挂嘴烟，有这种大品牌综合维他命，帮助提升活力还有保护力。确实袂歹，假讲的啦，这一定哦，可以补充22种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关键营养素。维生素 C 呢可以抗氧化，维生素 A 呢可以增进黏膜的健康。啊，就想讲进前就要摕给你啊，哪知影你拄仔好出代志断伊，所以才拖到今嘛。阿弟，多谢你，假讲的。小妈，巴肚枵啊！咱叫外送，李处长，我知，我知，拄才伫便所外口，我听甲清清楚楚啦。你听一下，我着听着你讲电话啊，你想要叫外送车啊，对无？你准备好要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，对无？我绝对袂甲外口，哈，你一个好啦，恁李处长我送金工。生到这年头，上无欠的就是七啊！我敢唔说开钱跟人做人与人的连结哦？拄只迄电话是阿好伊阿较好爱啦。你是讲迄个说来说去的前院长夫人哦？即马卡唔免说来说去啊，叫人阿好伊啦。哦，啊是讲伊找你要创啥？敢讲伊要叫你跟迄个小鲜肉安尼牵线性？哎呦！啊，迄个小生咯吼，即马我著交予伊家己母，哈哈，暂时应该是袂来烦我，安尼算起来哦，我嘛是功德圆满。再来就看伊家己要安怎等七七四十九天内底完成任务啊。对啦，那恁甲迄个说来说去的前院长夫人哦，是变哥哥弟啦。啊，毋过刷落来哦，阁有人要麻烦你呢。啥？几乎。李处长。你不要去了，顶届伊叫咱去疗养院，
关心迄个郑万里甲彭启昌的状况，结果两个人煞落跑啦。阿舅，敢那顾无用情义六年代志，拢甲这件代志袂记啊，真重要。进来，袂记啦。我甲你讲，要细汉的哦，来甲我报告，讲郑万里甲彭启昌今麦阁找无着人，就算讲你去疗养院，嘛无效啦。哈，无效。是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即摆哦，去叫国家社社去找，啊若无，到时阵你着抬头，哈，是，我即摆随叫国家社社去找，哦，我随联络人，随联络足多人去找，啊无即摆你理事长还是我理事长啊？是拄则你问我要安怎做的啊？啊！你知影安怎做？不要紧，你做，大家闹跑拢走上紧，做代志就万顺顺。我来讲啊，因两个人拢若是找袂着吼，要抬头，嘛先抬你的头。进去啊，去看。好，叫我联络的。一个置物箱内底哦，有找到首饰啊！啊，不过这台车根本就无去油啊！啊，市长哦，我偏偏要讲伊什么办法啦？啊，都做伊安尼走出去，我嘛唔知影走去倒啊！啊，伊即摆这么爱耍，啊，若够耍无转来是要安怎啦？哎，哦，足重啊！哦，足重的啊！哦，足重的，哎呦啊！哦。市长，你真好呢，真正找得起我。嘿啊，我来讲哦，我拄只哦，行去加油站啊。我知，人看你哦，英明威武，就送你一桶汽油。对唔对？我看到一个人哦，啊加两桶汽油啦，啊加了了吼，啊伊吼就行去便所的，啊我就行过去啊，啊顺手吼就换一桶转来啦，欸我最有爱心，我最有良心的哦！我留一桶给伊呢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卖提啊啦，咱紧哦加汽油啦，啊无你油桶吼就。啊，安怎啦？这明明就是一台车啦，什么油桶啊？吼，你这小猪猪哦，哎，汽车甲油桶吼，啊傻傻分不清啦。是啊吼，有够害啦，迄脚脚吼够戆的哦。囡仔，你上高啦，走啦，加汽油，紧嘞！哦，我足重的，哦哟，这里，足重的，足重的，哦哟，哦，哦，市长啊，你安尼油倒袂入去啦，规桶汽油拢互你浪费去啊！啊，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来下进水管，咱有水管无？哦，水管。水果，水果，你就乱。市长，都起啊，要上下啦，你莫跟到三工。啊，就乱呢。啊，你明明都有，你奈唔讲啦？哦，啊，这就是水果哦。啊，你唔敢早讲诶。我哦，就看到迄个人啊，啊哦，迄油哦加满了后哦，啊，就甲这哦放喺个油桶诶，啊，我感觉足好耍，我就甲摕转来耍啊。你爱水果啊，金金瓜，你是甲爱水果有熟哟？不是啦，我是感觉，我真愿你嘛有今仔日啦。连加一下汽油的都要家己来，这种感觉是足悲哀的。哦，啊，这种代志哦，你也未晓做哦。你这小猪猪哦，实在有够含慢的啦，笨头笨脑。哎呦，这尼啊简单你也未晓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刷刷去啦，为滴哦，我若讲你嘛听无。哎，
哎呦，你实在哦，足无路用的嘞！啊，无好加在我陪踮在你的身躯边，若无你早用抓紧哦烤乳猪啊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。我是不是好棒棒啊？有啦，你真正好棒棒，辛苦你。哇，饮着汽油，迄几百岁哦，倒起来呢。哎，无得靠我的装备哦，汽车搁较紧呢。我走，你看好不？汽车，咱开车走啊！你紧上来啦，汽车！汽车！真正是一台破车呢，油落加，搁发袂振动。若无我就去刹车啦。你搁去刹车？哎呦，你电视拢安尼播啊！迄女主角哦，坐踮咧脚踏车，啊男主角哦一边行路一边甲送的，哦，散步看黄昏。好浪漫的哦！你讲的是卡达车，啊，咱今麦你要坐的是汽车呢。啊，拢赶快啦，拢赶快！哎，嘿咻嘿咻，叮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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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咻。嘿咻，叮叮当！你真正是哦，讲到红就唔甘嘞。我警告你哦，油嘛甲你加哦，即马有人甲你送哦，你若再袂叮当哦，我甲你告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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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两个出代志，啊，搁要问我，唔倒是甲我讲。啊，那有问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昨昏崔宏总裁去工地的代志嘛，有甲你讲啊？对啊，啊，你是甲我讲吼，你要无闲公事，啊，超工拖到这晚才回来，啊，早起还搁超工甲我劈开，赶紧去上班。啊，你两个行为才纠结，我敢有可能无发现？来，是你们家己跟我坦白，还是我逼你？妈，我就坦白从宽啦。我昨昏就伤过着急，口气较歹，才跟人民冤家啊，小看冤家尔。李先生好用，跟我回实的啊，我已经无代志啊，妈你莫烦恼啦。明明都有比你冤家较严重的代志，安尼是唔老实讲。邱春春，是你啦！这边哪解释？妈，啊，就因为不是真严重，所以才无甲你讲。安尼佫无严重？我的媳妇受伤这么严重，还佫要我妈还唔甲我讲？啊，还有你啦！人没有受伤啊，你还跟人家冤家？妈，我知我做唔对啊，我昨就是过着急，才对口气歹啊。
你莫生气啊啦，我真正只是皮肉伤啊，我无甲你讲，就是甲你烦恼。就是讲，是像遐尼啊大嘴巴，这代志嘛爱甲妈讲。是我讲的啦。洪总裁，我来找丁啊啦，要提伊甲你的病历啊。啊，结果就讲到昨昏发生的代志。我想袂到，恁两个竟然拢阮瞒伊无讲呢。妈，所以这受伤的经过，双河拢甲我讲啊。你哦，你实在是哦，你竟然走去跳车，你哪只戆啊？妈，莫生气啊啦，代志拢过去啊。你看，我今晚不是规个人好好伫你面头前。规个人好好诶，阮惊到要死。妈，你即个一定好好干嘛？看以后是毋是敢安尼学袂来啊？你即嘛是要害我红眉？我嘛无法度啊，我讲话你敢有咧听？所以哦，干来当请妈出来，看伊是毋是搁敢安尼哭死。是讲哦，我嘛无愿意安尼啊。妈在你身痛在我心。上好是。好啦。看你两个在遐打情骂俏，我就较放心嘛。来来来，那鸡汤哦是够坚固的，我都防护都绑着的啊。你三河公哦，带去过来给你啉。给你啉咩？安尼吼，我陪我去。老乡嘛，老乡做菜。哎，小妮。小王总裁，李向阳爱我干嘛？病历是安怎？哦，我咧熟悉一个美国啊肝脏这方面权威的医生，拄好今仔要来开啊医学的会议啊。我是讲，摕恁两个病历去看嘛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注意者。无需要啦，我出院到即马回诊嘛就正常啊，需要遐尔麻烦啦。这哪会麻烦啦？健康这方面啊，加小心注意者，有好无歹啦。搁再讲哦，加一个权威的医生挂保证啊，讲你即马身体真健康，安尼顶下个人民嘛加较安心。三河公了，我唔对啦，比你等下就上来。何主任啊！先去工地处理，我等你回来。工地出什么代志？都更区废炉灾的代志，有人爆料上新闻啊。你昨昏才拄到杜大伟，今仔去新闻啊，随报出来，看起来因真正是等袂有啊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你即马是咩个杜根是？来啊，无得惊啦。哎呀啦，勇士的股票跌停啦。安总，感觉似曾相识的无？那只高川啊，当作我袂顺那玩笑人同款。这嘛是老乡会搞的代志。哎呀，这嘛代志不该遐尔严重，我爱去找区哦，看看卖状况。OK 啦。哎，我看你是拢在家啦，这嘛区路甲村内行遐尼远，我今日去哦，代志明白。冇影啊，啊不过，本来同我家人面两个难过，我无啥放心嘞。不过有我啊，我陪因去啊，我绝对无可能让我的后生媳妇吃亏。等下去啊，好好搬一撮来给因看，因为百姓有人走去做官场，等要验收成果。好。哎，若真正有来，爱去甲阮通知哦。好，我先去啊。哎，遐我已经切好啊啦，你望看嘛，敢有清气？阿伟，辛苦。袂啦袂啦，来，这是要让你的伤哦恢复较紧的补汤啦，请啉。多谢啦，你先放喺桌顶，我等一下再啉。袂个啦，这补汤就叫碳烧啉啦，先啉啦。啊。多谢。别烫着哦。
敢好啉？好啉啊，真好啉诶！阿姨，你先坐。无啦，因为你讲这汤好啉，我幸好感觉真感动，真欢喜啦。哇，嘛无必要感动到安尼啦。你卖插吧，给你，给你。我向侬收起来，我也袂花你薪水哦。啊，这是你这礼拜的钟点费，后礼拜再麻烦你。我伫病院哦，是逐天咧做工课，假是一礼拜才来摒扫一届，安尼我也无法度生活啦。老爷，我这真正无需要逐天来摒扫啦。不过你这是做生意的所在呢。一定要每天摒扫得很清气的，人客才会介来啊，安尼生意才会好啊，对吧？哎呀啦，伊敢是开始反感嘛？我赶紧想别个办法留落来。我知影啦，你是无信任我这个外人，你叫我留在这摒扫是应付我尔。你是嫌我太老啊，无法度照顾人，对不？啊，苦了，你阁唔赶紧点头，我得要讲袂落去啊啦！啊，讲起我真正有够悲哀啦！我食到这个岁数啊，什么拢袂晓，干来遐摒扫，安尼是要去对找头路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阿虎爷，你莫阁讲啊啦！我答应你啦，你以后就逐工来摒扫，好不？你真正有够善良的呢，为了要报答你哦，我逐天煮三顿给你吃。别，真正无需要呢。我若伤过热情，可能电脑无好多接收，还是偷偷来好啊。好啦，你安尼感觉有压力吼，无三顿卖煮，我就逐天煮煲汤给你啉就好，一定要啉，顾身体，吼。多谢。本老手电你来啊！拍摄，我刚认识你啊。同学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阿虎爷，伊之前伫惠民医院变少，我你看有看过你。啊对啦，我真高兴啦。对吧？我之前嘛，予伊这能力坚持着。来啦，请坐啦，哎。看你遐尔轻松，你应该也未看到新闻哦。什么新闻啊？永世集团都更案，有人化验废炉渣，起码是勒令停工处分。黑砂石回填，就是你的雷公砂石厂的处理。董辉，你这卖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是我做的？我跟你实在这么久啊，你敢无相信我的话？我就是相信你不是这款人，所以现在事情发生了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解决问题。这么真奇怪，雷公山这场从来都不会发生这款事情啊。最近永世集团就发生过炉渣建材的代志，你有印象吗？对，我差一点仔嘛袂记啊。这代志哦，你应该还阁记。迄就是你尊敬的雷哥去创港红总裁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你甲蔡司阁去买通动脚手的人，叫伊去劈红头500万，就是你和迄个叫做阿顺的人去劈红头的代志。董辉，你讲这个话就无意思了，那是过去的代志。你今麦阁提出来讲，你有啥物意思？那是萧天雷做的，看到干那爷听伊的话，你哪会当拢怪伊？
我的意思是讲哦，雷公砂石厂会当做这款的代志，搁做一摆，也无啥物意外。我奇怪的是，迄个时阵雷公会创刊王总裁行为有啥物误会？我甲你咧，咱两个人无啥物误会，为啥物搞创刊？我无，我这几天受伤大病院呢，我根本就唔知影这件代志。遐尔啊大吼，迄个时阵雷公嘛是住伫个病院内底啊。等会。你即马是咧暗示啥？我唔是咧暗示啥，我是想要甲你讲，我地基拢拍好，土马回填啦，出来就是灌浆。即马不只卢沙海沙的代志，敢讲我袂用对于你的责任？我唔是迄意思啦，我是感觉这根本就无可能啊。无安尼啦，兄弟，你给我几工的时间，我会调查清楚。偌久？几工？几礼拜？我的工程是爱耽误搭档时啊。我会赶紧给你一个交代。我就是无时间啊！做这道，你的资历比我搁较久，你应该嘛了解啦。若是开始动工，时间就是钱啊！即马工程咧停落来，我公司的股价就是一直拉落去。你是超过伊要让我破产，伫咧王总裁面头前下面子心？你莫遮尔大声好不好？我老公伊要调查，伊也毋是无要负责任吗？你无迄时间，伊要安怎处理？声声久讲是好朋友，拄到来就歹声扫，这敢是对待好朋友态度？阿虎姨，这个我啥？请问你是？即马上好跟骷髅在讲代志，应该跟你无关系吼。我是负责照顾骷髅的人啊，这当然跟我关系啊。就算是安尼嘛，袂用死灰不分的啊。上好是勇士集团的总经理，伊咧对伊的员工还够政府负责任。骷髅是沙家店的头家，即马发生这款代志，伊当然嘛爱找伊对球啊。这甲伊是不是好朋友，是不是好兄弟无关系？就算安尼，咪当好好讲话啊，咪安尼才好斗下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才甲伊好好讲啊。若不伫个故意反应就好啊。那会变作找人来冤家？差不多跳入去收银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大家较冷静啦，莫安尼冤啦。小妈无好话啦，会伤到感情。刘总裁，老总诶，您哪来？我有看到应试新闻啦，有咧烦恼讲吼，恁唔知要哪处理，我才想来甲恁关心者。啊，若有一日来，就听到恁在冤家。我甲骷髅一直拢是好兄弟啦，所以这工程我无第二句话就交伊去做，甚至甲王总裁毙命啦。即马有这废炉渣的代志出来，互王总裁看笑话，我哪会当冷静？我著甲你讲，毋是我指使的。我拄则嘛讲，我会赶紧予你一个交代。问题就是我无时间啦。三号，你莫遮尔激动啦。骷髅是阮丈人帮我介绍的，无可能有出手害你，一定有啥物误会。是啦，真安尼哦。看到彭总裁遮尔啊生气，拄仔就听到你哦发到大细声。啊，是讲你嘛知影，好气生财嘛。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吼，解决就好啊。刘总裁，我刚会记阮上好伫个病院有性命危险的时阵，是你及时甲徐明凤带来病院，让阮知影上好的心事，我才会赴会救伊。所以这面子当然爱给你啦。我会当好我甲伊讲话啊。多谢你给我这个面子。请问这位是刘总裁，这位是阿好姨啊，我请来拼扫的。哦，原来这的使用人会当伫这叫头家的名。哦，歹势啦，拄则伤过激动啊，袂记哩礼貌。恁先讲啦，我去倒地。这个假治疗一开始就无好话。你嘛莫因为公事哦，破坏甲骷髅的感情。三号，你听大伯口供，给骷髅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，看到底是什么人来变鬼变怪。刘克全的名牌哪会当这么高？明明是假，搁好意思以这种身份讲话。所以大伯意思是讲有人在变鬼变怪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想袂到有啥物人来针对我呢？讲一句你较无爱听的啦。诶，变鬼变怪，无一定是外人，真有可能落在你身躯边啊。
即摆意思是？风山河啊，伊之前甲同学闹甲真无爽快，同学毋只甲伊个状态死掉，伊即边一定吼是为了要报复啦。啊，不过安尼无道理啊，勇士是伊个心血，若是安尼就是重伤勇士。王总裁敢有这样讲？迄毋是讲，迄有作用。先破坏才好多建设。伊若无甲同学拍甲吼，拍个涂骹，伊要哪东山再起？阮着人包，就了解王三河个啦。你着看苏来是毋是会跳出来哦，甲上下班好倒。刘克全甲伊个丈人一直在塞咯，看落阁遮尔尊敬伊，只能靠劝伊话拢无在听。来啊，先啉茶，降下火气。来，先啉啦。来，啉啦。啊！哦！啊！太爽了！我今日表嫂归家，手淡薄无力，我来替你接一下啦。太谢啦，吼！太谢啦。好，好，唔免啦，我家己来。既然刘总裁跟大伯拢在讲亲啊，那我就退一步。可乐，可乎你两天的时间，把这代志调查清楚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赶紧给你一个交代。同学，你公司因为股票落去的受到伤害这部分，我嘛替你想办法。多谢刘总裁，我先走。嗯，顺行。多谢您啊！若不是您及时赶到位，我真正不知道跟同学玩到什么时阵。唔通你讲，本来就是我介绍恁双方合作的，啊，即马出种代志，我当然爱出来道桥啊，应该。多谢总裁相信我的威力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要赶紧查出真相，袂叫同学继续误会我，嘛袂去辜负刘总裁这边心。来，谢谢。嗯。因两个情况都不是好人，我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提醒苦了？对，方宝珍用真明理，看伊对梁静川的态度，应该无啥相信伊。我会当靠伊提醒苦了啊！啊，头家，无我先下班啦吼。找咱创啥？唔知呢，应该唔是过来找咱冤家。啊，不过拄啊，看伊有得苦了，干嘛安尼冤家？我是感觉讲哦，苦了会当有一个遐尔忠心的苏永平咧照顾伊，嘛是袂歹啦。你拄则是毋就想要笑？啊，不过袂用笑啊。你总裁伫头看，但是 M 哦，就要一镜到底袂演技的。嗯，今天辛苦你哦。袂啦，有恁哥阿演哦，我是愈来愈顺啦。只好这摆交代一条，真正有够歹处理。大概这两年啊，拢要找我，你奈我家己走啊？哎，咱打不动啊！咱含韩道路嘛卡掉的，弯到西弯，那安尼啊？心啦，我唔想找你冤家，我是希望咱提醒你，爱注意流动。起来啊，吉祥吉祥啊，快走啊，快走快走啊，起来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吴阿嬷，哎，那是你呐，
是你，我靠！啊，家在人无代志了，多谢保庇，多谢保庇。什么叫做人无代志就好？你开车敢就一定爱开啊遐凶？你差点要弄着人，你敢知？啊不，无啦，这误会啦，拄啊我就雄雄打不动啦，啊很多路哦，有去卡死啊，唔只系安尼，唔是超过伊啦。我替你检查一下。没。我车的毛病，我家己了解，免当检查。你唔敢帮阮检查，你看下你用心。我看哦，你就是蓄意撞人。你想好跟我清楚哦，你啥都别条过去弄啦，我若无要报警。我是要安怎跟恁讲，这是生命的力量。讲啊，你嘛唔相信啊？车吼，顶管弄电脑啊，迄电脑吼三不五时吼，弄会害去啊。我真正唔是超过伊啦，你莫甲陷害啦。你还好，伊才刚出意外，即马家己弄上好你的车就准多耍。我怕我是报警啊，叫警察把你的车抄去检查，看电脑是不是真相。没。我就跟他吹箫尔啦，小可代志，唔免报警啦，唔免报警啦。无啦，你安尼敢听话无？无，你想看卖？迄影视哦，伫做工程的啊，卖甲伊迄工会哦，拍歹感情，对吧？对啦。阿好伊讲来无唔对啦，阿唔怪阿好伊，你敢真正无代志？无代志。你看，我唔是好徛在你面头前。对啊，歹势啦，伫个酒驾对你大细声，啊，不过我唔是针对你哦，我是对苏罗对啦。我知影啦，做妈妈的拢想要保护家己后生，替家己后生讲话啊，真正常。等下，你讲骷髅是你的后生？原来你这小人狗屎啊！你无大无子，打我的脚要创啥？对啊，我就拄只形象头型。我就中午遐有糖啊，歹势啦！我知影苦劳是高利，啊，我拄好嘛无后生啊，我就较唔甘哩，家己当作是亲生后生来疼糖啦，唔才会讲遐个话，你莫想伤济吼，莫想伤济。好啦，你我就了解啦。阿辉，你应该下班啦，我感觉我做阿辉做。唔免啦，我家己等伊就好。啊，我感觉是阮找你等伊好休困，安尼较好啦，啊，我袂放心。唔免啦，就干那退休尔，免啦。阿好，免讲客气。免你啊客气来客气去啦。我看哦，归去我来送啦，位置人是我回着，我来负责。啊？伊送你回去，安尼敢好？不要紧啦，唔免烦恼，安全啦，放心啦。哦，好啦，阿那个我先来走哈。啊，好。阿娇，我刚才无别看。晴雨顶好日，你拄只是不是嫌啊湿到天机啊？我叫你给你倒三缸，是安怎？你要安尼搞小孩啊？我无啊，佮讲无。拄只王爷讲，就险啊要惩罚咱两个啊！你佮讲无？你是讲我对我讲我打无动啊，阿汉都有卡掉，迄是讲好耍的。那是王爷讲叫我来惩罚你啊？唔对，我也是弄着你，我嘛用乖呢。迄是王爷讲来惩罚咱两个啊啦。啊，太衰啦！你就讲袂用直接提亲去咯，我就想讲。甲伊身躯边的人讲一下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像知影刘克群这三个字这么恐怖。阿辉，你总讲一句吼，袂用讲的代志，甲想都袂用讲啦。若无，你的任务还未完成进前，你会想？知影啦。拄只我真正有惊着。惊就好啦，惊。哎，我雄雄想着，啊，拄则讲伊只小狼狗是你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袂甲别人讲我苦劳关系哦，我绝对放你耍。这位太太，这只是我的车无，不是恁家的门呢，我你安尼摔的哦。阿壮，
结果骷髅遐对你做这件代志，你安怎讲？骷髅进前住安尼，伊应该唔知影苏姐叫动脚手的代志。骷髅这個人讲伊是，看伊拄仔表现，伊应该无可能甲杜大有啥物交情。问题是，伊用对我拢感觉真不满。袂当因为恁拄则看伊安尼，就认定讲伊真正唔知影这件代志。王总裁，真正对你搁较不满的，应该是王总裁无当。哼，我就讲啊，因绝对会走去遐做官场，真正我约甲准准准啊！拄只因秘伫后壁偷听我甲骷髅理论，然后就走出来做公卿，甲代志拢撒互你。甲啥物代撒互我？讲即个鲁渣事件，拢是你动脚手的。条故意要互上校落座，你就是为着会当甲勇士的死款摕倒来。又过来，神也是伊，鬼也是伊啦！伊真正认为讲伊有法度控制每一个人的命运哦。嘛免去拜家己身体啊！既然哦，因遐尔有把握，咱就照因剧本继续演落去。那是要引君入瓮，那因瓮中捉鳖嘞，你讲对无？是讲哦，你顺这个势啊，超过伊，互因达成因的目的啊，安尼真好啦。另外，特别啊，咱这边只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川啊、甲刘克群啊，都霸面又搁走来乱啊，进前要借钱哦，人心哦，嘛是同款安尼。虽然讲只表面上啊，咱敢拢看到杜大伟，啊，毋过。差不多用个推断，无啊，迄乌手啊，就是川那个刘克群，所以一定要对因小心提防，免让因气坏。我来说你。嗯。这该行的计划还是要照行啊。不过即马烦恼的是，卢渣的事件不是发代志，今仔估计都规个拢落落来伫咧停那呢，毋知影刷来去落几工。若是这点哦，上好之前就封你啊。伊有请阿强，甲豪杰迄边的资金拢先留落来，就是为了这个时间表。我有叫阿强哦，偷偷去买勇士的股票。不过我即马较烦恼的是讲豪杰资金的无够。可是讲川阿若真正有心，想要趁你破病，爱你的命，甲规个勇士母后倒，伊绝对无够伊坐，开搁较侪钱，无论安怎伊拢会甲勇士起落来。我感觉如早这件代志啊。就继续把媒体去揭曝下去，到时阵啊，川海的骨架就会生出来。啊，那恁不是需要搁较济资金啊？免烦恼，我早就穿便便，食清饭咧等伊。刚才你跟我斗三工，今晚我听你啊，咱就分头经营。为着今晚便宜，我阿强家己一个人去做，还要惊川海会气坏伊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恁两个有啥物意见？好意见，这次哦，一定要让这两只鬼拢不幸。进前伫咧万丹时阵啊，一看到我就对前对后，啊，毋是送咖啡，就是送点心。即马虽然一个小姐毛拢无啦，凊彩你要安怎讲啦？至少我即马搁在万代，我嘛无做啥物对不起万代的代志，我行出去拢会使抬头挺胸。我嘛是遵照阿公的遗嘱在做诶，我迄个时阵我嘛毋知影家己的身世啊。可看安怎讲哦？过去我嘛算是你的顶事呢，真正是够无咧。是哥，你即摆进步跟我差不多，有啥物好表白？凭啥物对我大细声？我哪有可能跟你这个小助理的身份差不多？哥哥哪讲，我嘛是东东织田家小公主啊！织田家小公主，请问你即摆职称是啥物？织田集团副总经理诶。织田家小公主，你讲话袂使安尼讲，安尼会互别人误会。讲话爱讲重点，认清自己的工作职务，安尼才有资格做人的助理。我就算是助理哦，嘛甲你无共款。当然嘛无共款啊，因为我比你搁较悬一级。我是
总经理特助。艾米丽，艾米，你哪有晕过来？老胡总是阮总经理，叫我提这来送你，感谢你救阮老总裁。哎呦，文玲阿姨哪会这客气啦？我看哦，根本就是大细心啦。礼物干那送给外人，完全拢无照顾到我这个卫生女。做遐尼济副总经理操心的代志，搁要叫人送礼物给你，是啥人较无礼貌啊？阿妹，来坐。是的啦，啊，我这助理就较唔捌礼貌，我会教育伊的。我才唔免，朱天爱。人客来这么久啊，拢用泡茶给人喝。你这个助理哦，真正足无合格的。啊，若是社长看到哦，我即马随来泡。老总，你看卖。哇，你这看起来真正袂歹呢。你要教我安怎用无？当然啦、啊。总经理讲，一定要让你试用看卖。嗯，来，一滴二抹三拍拍，拍出水嫩 Q 弹好肌肤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里面有益生菌，可以让你的肌肤平衡，延缓老化。哇，真的变得很细致呢。茶泡好诶，毋着互人客，搁徛伫遐要创啊？彩虹茶，多谢。你会使去做你诶代志啊？皮肤上有拉丝的感觉，充分感受到像是水花轻舞。哇，不怪文玲阿姨，人哦，今嘛还是这么水。艾米，多谢你早起抓，我会跟文玲阿姨说多谢的。没问题，安尼我先来去。嗯，好，来这边。好，先行。是救命文玲啊！啊，去个保养品煞送一罐来尔。唔知影拄只是啥形成到两蕊目睭刚要落落来啊？我哪有啊？朱天爱，只要你乖乖伫人听，亲像我这么大方的人，我一定会甲你分享，互你的皮肤嘛有水花清雾的感觉。我才无需要。最近应税股票拉到准备变变纸，啊，咱有动作无？已经咧开始收购应税股票啊，不过为着要避免一概买伤济，互王三和甲王尚恒去怀疑，我咧各大券商吼拢有把针，用人头去买伊个股票。嗯，这是目前收购股票的状况，请八卦无？原来是恁咧挂应税伫我买。是讲恁手头用水的股票内底，跟我30个投资，讲话就讲话，敢有需要安尼来检？来检？我嘛无针对象，真个紧张是错。阿姐，原来你讲我是家己人，是吹公公。小正业，阿你哪来讲？我对你袂歹呢，不过我感受袂到。你嘛知影，甲黄山河拍好倒，是我即马上重要目标。恁创康勇士买勇士的股票，到头头来无要互我知影。
恁这敢是对待家己人的态度啊？你拄则无弄门，就家己闯入来我的办公室啊！尊重人的字拢唔知影要安怎写，我无甲你呼出去，就表示我已经甲你当作是家己人。原来恁家己人这三个字是这么表面的意思。嗯，以后我知影，弄门啊，真简单。哎，真燕啊，卖安尼讲啦，其实哦。我伫找机会要甲伊讲这个代志，啊！伊来了真拄啊好。这是咱即阵啊，想要应找股票状况，来，你看卖。原来阿杰是捌一部花仔尔，是我误会阿杰。那照这个办事继续买落去，勇士真紧就得当啊！爸，进屋。孙燕，你哪会嘛在遮？来甲阿姐，还有个老总，爸姐招呼啊。以后拢是一家人，是讲你一个人哪会无弄嘛？家己人啥拢爱弄嘛？干嘛做？小夸胸，不要紧。什么小夸胸呀？你的胸较细，卖让我唔敢。伊张家良是有够夭寿的啦，家己做唔对代志，别空啊，所有拢算伫你的头壳顶，袂输欠伊同款。好啦，平君，我真正无代志，歹势，我你烦恼。这个男是平轩，欢迎进，发现你伫张家良的车顶。今日通知大家去救你，你可能已经被张家良带出去罢免。你就跟他讲一句歹势，我歹话要甲平轩讲。张经理，我当然有甲平轩关心。今晚呢，平轩长烦恼你一天啊，传简讯给你哦，佫不读不回，佮我动用关系探听你的状况。你讲多少关系？咱们状况这么混乱，除了受伤以外，我阁要整理家己的情绪。无注意到，我的手机也无电啦。李轩，你莫后悲伤。你看，连师傅都安尼替你烦恼。师傅，你都莫怪郑燕啊啦！我已经答应过伊，我要做一个大贤女朋友。你莫害伊误会，我是一个口香糖啊！好啦，咱来去你的办公室讲，好，阿莫留伫遮，较免让伊拷问。啊，行啦，行。你讲郑院长等伊了，拢无消无息，平时嘛找无人，感觉是嘞。是真实的代志哦，我袂有袂讲啦。啊，昨我咧烦恼平轩哦，一人踮咧厝诶，想东想西，煞公司诶代志处理好势，我着去找伊。啊，一入门哦，就发现为着郑燕无甲伊联络诶代志哦，规人足紧张诶，面色嘛足歹看诶。唉，毋是哦，我爱针对郑燕啦，只是伊伫互平轩做小三，真正委屈伊啦。希望讲是我收收济，是郑燕诶手机真正是单纯无电啦。知影我有偌烦恼哩，我看到你让张仁兴甲你妈妈带走，我煞连对佮关心拢袂使。我想要敲电话予你，嘛惊你歹做人。明明你都伫我面头前，我煞佫拄着别人个眼光，啥物拢无法度做。像即款黄黄夜夜痛苦日子，是佫要偌久啊？我即马毋得伫你面头前啊！无够，当然无够。伫病院照顾你的人应该是我，替你照顾工作的人嘛应该是我，家
你安慰的人，搁较应该是我。结果，我煞干那会当目睭紧紧，看你予张仁心霸占，看你不得已甲伊烂掉掉，你拢毋知影我有偌紧，我紧到我想要甲伊杀开，予伊知影你爱的人其实是我。你若是敢安尼做，我绝对予你好看。真言，你哪会拢袂讲话啊？多谢你为着我忍落来啊！看你这样委屈，我嘛真不甘。我嘛想要赶紧予人知影，我爱的人是你。不过你嘛知影，时机还袂到，敢是？什么时机还袂到？即马就是上好的时机啊！既然张仁心拢知影是因爸爸害死恁爸爸，伊就应该主动离开你，敢毋是？就算讲伊厚面皮，硬要甲你告，那安尼你嘛会当趁这个机会制造你甲伊的矛盾啊？这我当然嘛知影，不过是咧，不过啥？你毋是一直咧想甲伊离婚的理由？啊，即马理由拢已经替你找好啊，你就应该把握机会甲伊避免啊！像这款台死爸爸的冤仇。敢讲要无够做你离婚的理由？你叫是我是咧拖延时间线。迄个时阵，张家人已经失去理智，那不是人性错误嘛？来甲我救，替我动车，用性命来威吓张家良，让张家人放弃，要甲我抬死，我早都无伫个啊！迄个时阵，确实是人性有法度阻挡伊，敢毋是？人心，人心，你拢袂感觉你伫我的面头前一直喊伊的名，对我来讲真足残忍的。因爸爸是害你遐尔济届，伊跳出来阻止，这本来就是伊应该做的代志。啥物你讲到，袂所以伊求你是天大的温情，我对你的爱嘛袂比张仁心的较少，我嘛会当替你动车。只要你愿意承认我是你的查甫人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那呢，你敢用成就人心，遐尼对阮歹听？你什么意思？阮妈甲人心的感情真好啊，阮妈绝对是挺人心的。都因为我知影你无法度伫这么短时间内底取代人心，所以我当然袂用凊彩去处理我的婚姻。那无，就算我顺利甲人心离婚啊，阮妈妈无可能接受你。敢讲你想要即个做伙，都要面对大家心肺问题。人心家教好，生做水阁巧，啊，阁甲厝内哦，拢照顾了真好。上重要的。是有法度把郑燕收甲安尼服服帖帖，阮兜娶到伊哦，真正是福气啦！迄点灯火拢无得吹呢。而且，若毋是阮妈挺人心，我哪有可能无找张家良算账？伊害死阮爸，害阮爸仔无法度孝顺，我恨伊，恨到想要甲伊拆一刀吧！就是为了你，甲你以后的为难，那无，我哪有可能吞得落这口气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是因为我，所以才把委屈拢吞落？那无呢？说出去啊！讲要给我时间，要给我压力的人嘛是你。结果，才无几工，你都忍袂住啊！你是要爱的，是干脆你活爱情。我说你唔忙，甲你细水长流。既然咱的爱情个想法是无同款的，都无需要勉强。咱即马就分手。我爸，我爸分手啊！郑燕，你知我无迄个意思。我只是因为上过爱你，我才惊失去你尔。我，你爱我安怎？
我想要公平正大跟你做伙，我无想要让你排狐狸精的罪名，所以我真细腻去应付人性。阮妈，还有迄个死后的张家良，我嘛会忝，我嘛会烦，我嘛有满排委屈，不过我拢吞忍落来。你敢袂用为着我，搁忍耐一段时间？好，我等。只要会当甲你做伙，不管爱我等外久，我拢等。愿意等，搁愿意体谅我的心人回事。你若是等了不甘愿，我嘛无爱，因为我看你艰苦，我嘛会心疼。甘愿，我当然甘愿。是的啦，我以后袂阁差，袂阁生气，好无？感觉袂输你，我的委屈。我是真正足委屈的啊！我看到张仁生安尼甲伊冷调调，我哪有可能不食醋？你若是看到我甲别个查甫人安尼这么亲密，敢袂食醋？当然嘛会，谁敢甲你啃？我甲伊手剁掉！所以就知影我有偌委屈啊！我爱你，给我一个补偿。什么补偿？我要约会，一个真正的约会。不过最近公司较无，公司的时间好巧，我甲爸讲一声就好啊。这到底是啥？这是咱全创的明日之星啊，会当治疗心脏疾病。这是我迄个肝脏宽慰医生针对同学的病例啊，所做出来研究的结果。啊，不过伊当初是安那，伤到这尔严重，需要换肝，是因为伊的体内啊有一种药物。医生呢，已经怀疑的对象啊，就是有生计背景的刘克全或梁静川。啊，不是你想安尼啦，是阮爸来找我，护士咧叫我挽留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已经跟恁爸讲好？唔嘛，无算讲好啦。莫讲挽留，我见啊，我直接甲伊拍个变骂起。谁啦？这一位法医当然是提到的，是通报详细验尸报告，拢在遮。法医这验尸报告顶端，有写通报主要死亡的原因是不明药物引起的急性心肌梗塞。今晚我心内迄个大石头总算很好嘛，我对同学的嘛有交代啊。我甲这个卡洗到遐长吼，有时阵嘛是一个麻烦的，一个啊就走无看的人。阿姐，跟我等就过。有啊。等你每一分每一秒，我足痛苦的。啊，你迄个查甫的背影，哪会这样啊？惨求正艳啊！电管写讲，心脏疾病有多伤，而且敢那是死了才有毒的。啊，你王总裁，他毒死之前，爱汤包爸爸，唔对。我唔是台视汤包凶手，我唔是。原来这就是啊，爸爸难调调的感觉。伊是讲你即摆你心内，我和汤包地位是同款。爸。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呼喊着你却哽咽，一缕一丝都起来化成细雨落眉间。想要牵你相依相对，让你一生幸福过。天若有情，哪只分你我缘相牵，爱人啊，我的心不会改变。今夜的月，今夜的心，孤单想你谁人陪？下一个月圆再相遇。
相欠。今夜的月，今夜的心，孤单想你，谁人陪？